好，给兄弟们来把豹女啊，来把豹女，直接谢幕。没点关注的可以点啊，关注，每天中午十二点钟开播啊，对。因为最近有德杯的一个决赛半决赛，所以说我会提前下播，没有比赛的话会多播一会儿的，兄弟们。蓝枪呢？还没漏啊！也在家里刷六组野。应该男枪在上，感觉有机会啊。卡一下线，来一口，漂亮。我还想越啊，真的能越的。怎么直接就扛塔了？漂亮，死不了，这血量一看就死不了。好配合，回家。这两个人可以哦。在家今天加不了班，今天主要我想好了有德杯，我要早点下班的，我跟人家约了。不过剧本杀说实话玩了一次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几个人拿个本子在那里吹牛逼，在那里干嘛干嘛的，对，还可以。W 一没事 ，Q W A 闪现想躲个一的，哎 ，W 一 Q， 我以为他直接有 Q 一的。好，两个单杀到手。抓不上。这个血量船长可能能换我们，要小心。一标。抓不了，六级船长有大。船蛮王多久到六啊？WQ1 血量算好的，哎，石头人不用看，被男枪反掉了，已经被反掉了。玩家们上次玩的是那个叫豪门的月落蛙、啊、上一次第一次玩月落蛙，他橘子是刚刚在我脸上浇的，这波没有橘子的，他不可能反杀我。哦、怎么河道又打起来了？中，
一标死，走位 E A Q W A 一标，哎呦，可惜失误。 一标 ，W Q 一，拉开一标，哎呀，我接受不了，好漂亮，我的血。 这不是我的水平啊！会不会信他拉一个 Q 对面下路打得好上头啊！ 打得好上头，我想过去分杯汤喝都没有机会。 闪现开他一波了。
好，他们下路吧，那就。吴香又回了。嗯？嗯？啊呢？ 这样啊就好了，这不得交闪跟一手，得交闪标啊，不然那个小兵会挡住这发 Q 的，标不到的，想标到必须要交闪。 什么情况啊？都没有我超表现的机会了啊！怎么都没有我表现的机会啊？应该在打蓝 buff 吧。 出门就偷我野怪，EJ还在带吗？看一波。 胆子这么肥啊！一天天的，我就感觉他逆向思维往往也去走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信不信？哎，好，好像不是。 这小跳蛋还真在我野区啊！哎呦，操作起来了呀！我真感觉他在我野区，本来还不确定。哎，算了，打完再看那个吧。我就感觉他去了，因为我队友三个队友在中路，我这波人心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。真来了。 他这个先偷的我蛤蟆，没有打我蓝 buff。EJ 能走吗？哇，直接闪现上来了！钱刚好就先这么买了。
但是啊，我这把盾没加，打完直接看单刀直入，跳了吧。 10个暴女9个带，这个话啊，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子。就比方说你一个玩翡翠的，你一个翡翠玩家突然对面来了个小这个的暴女，一场两场空半或者没皮肤的，那基本就是小带了。这英雄。 没点打野水平是真的是玩不好，这实话，这英雄是真的你很难练会的，很难练会。他需要思路，需要操作，需要脑子，真的，这英雄就是你还是需要一点游戏，应该是需要不少游戏基础，这打野的基础你得有。你不是说想练就练得会的这玩意儿？你会发现国服玩爆你都感觉很少的，就那么几个玩得好的。 他不就不像什么盲僧男枪啊这些玩的人就比较多，而且很多人玩打野，像国服高分的来讲的话，半绿最高的就是豹女，就半绿最高的。你像那些绝那些玩不玩豹女的打野，基本都是半豹女的。这个玩意怎么说呢？玩的好的豹女，野区没有任何天敌，没有任何天敌。反观那些不玩豹女的打野，你像国服那些王者，哪个不是半豹女？全是半豹女的。这英雄，他确实是。 就是太万金油了，太万金油了，但是要玩会还是比较难的。豹子不好打寡妇，豹子没有不好打的，兄弟。 豹女光看野区，他没有不好打的。这实话，他野区就是没有天敌啊。狮子狗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玩的好的，为什么要跟你狮子狗打架呢？能理解吗？我利用我的优势跟你狮子狗打，不行吗？你的优势在于打架嘛，我就不跟你打呀，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 我豹女能打能退，对吧？又灵活，我就不跟你打野区遭遇就完事了，嗯，就是拿我没办法，能理解吧？你要说硬拼，那很多英雄都拼得过豹女，比方说赵信，那谁打不过？但是我就不跟你打嘛。 不要看1v1纯对拼，你知道吧？那种东西，船长小带啊，船长小带。这船长确实是个小带。 他的补刀，他的对线统治炸的，确实很厉害。嗯。
我们是不是要找机会开大龙啊？来吧，我跟泰坦两个人打，也不是不行哦。 绝活哥，不，兄弟们，这不可能是绝活哥，哪怕他是绝活，他也不是这个分段的绝活。嗯，最少是钻石往上的，最少。你看这人的白那个炸筒就知道的，这个分段不可能炸得了筒子，能炸到这么好。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，这才什么？这个号才铂金二的，快速结束了，一针应该跑不了。 抓男枪是吧？那来，蹭个助攻，奶他一个。别急，别急。 好，那也是发微博去了，老子。